小伙伴们，你们难道不好奇妮妮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吗？在迷你世界中，我们都知道妮妮她是酋长的女儿，酋长原名酋长巴拉贡。在我和学姐对妮妮进行一番调查以后，我们发现在迷你宇宙中的记载，她会成为比爸爸更好的酋长。但是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妮妮很有可能的另一个身份就是白狼族的特工，和极兽特工沃夫来自相同的地方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极兽特工沃夫眼睛中射出的这一道曙光，你们记下来是橙色的，没有错吧？在极兽特工沃夫银的简介中，我们得知他是白狼族的一员，对不对？小伙伴们，我们发现妮妮就和白狼族有关系，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支持一下，谢谢。你们看，就在这幅图中，我们发现妮妮的手中射出了与白狼族相同的曙光，而这道曙光我们的特工沃夫他也射得出来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他的眼镜射出的这一道曙光和妮妮射出的曙光是一致的，所以这就证明妮妮的真实身份很有可能就是白狼族的特工。